Hello， 我是架子姐姐。今天我把家里的指甲油都整理出来了，把它当做颜料给头台来染色。首先我们做一份基础的透明史莱姆，一份胶水，两份清水，然后倒入少量甘油，把它们全部混合均匀。最后呢，加眼镜护理液苏打水，少量多次的添加，一直搅拌成型。现在就可以用这些可爱的指甲油上色了。先涂红色的指甲油，颜色非常饱满，这也是我常用的一瓶指甲油。那这瓶黄色的指甲油好像有点干了，接下来看看橘黄色的指甲油，好像上色效果不是很好。有人喜欢紫色的指甲油吗？也加一些进去。这瓶是非常可爱的粉色。现在开始混合它们，也是最享受的一个过程。最后呢，变成了一份紫红色的透肽，自带珠光效果。我还以为手感会特别硬，但实际上还是很柔软哦。好啦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期见。